哎呀，刚刚那抠的，把自己的鼻子抠的。他怎么也流鼻血了？快快快快快快！刚刚抠的呢。抠的。啊，那不边抠边吃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快点快点快点！哎呀，我把洞打开，用凉水冰一下。你怎么也流鼻血了？啊！哎，你别动，你别用手，让妈妈用手。还流不流？哎呦，你管不到动吗？给他头发扎起来，妈就拿个皮筋给他扎起来。来，给他捋一下，你用手给他捋一下。你别乱动嘛。低头，宝贝。哎呀，你这老二也流鼻血。我本也流鼻血。你流鼻血你也要。你手不要弄，你。你干嘛老是动我呀？你为啥老是动？你弯一下腰好不好？弯一下腰，头往前伸。你不要摁他，你回来给他摁通了。我都没摁他，我是头给他往下弄呢。我摁配额头的。还没死。还溜不溜？还溜不溜？头抬起来，我看一下。头抬起来，爸爸看一下。还是有一点。给他脸上水擦了。他刚刚自己抠破的。你刚抠，你刚抠鼻孔了吗？他刚才抠了，我就看着他吃。啊？你看着他吃了。他又吃鼻屎了？嗯。走走走走走，你又吃鼻屎了，月月。啊？笑。你看着我，你是不是又吃鼻屎了？呀，嘿嘿。走，头抬起来。嗯，里面还是有点血丝。你刚抠鼻子了？呀。说是不是？我看见你吃鼻屎了，这妹。下次不能吃鼻屎，听见没有？为什么小孩都喜欢吃鼻屎呢？我小时候也吃，但自己的很好吃，而且还干的好吃还是湿的好吃？干的好吃啊！我喜欢也绵绵的。哎呦！我跟你说，爸爸小时候喜欢吃干的。我小时候喜欢吃软的。软的。嗯，但是我不喜欢吃稀的。不是你喜欢吃稀的吗？聊到这个话题上。你小时候吃不吃鼻屎？啊？谁小时候没吃过？你小时候也吃过，你看都吃过。你小时候肯定也吃过。我没吃过，太恶心。你确定你没吃过？有洁癖，我不吃。小时候吃不吃鼻屎？不吃啊。西西小时候吃不吃？吃。吃啊。